like endless rain into a paper cup. They slither wildly a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s of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ed mind, 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我叫凌晨，那一天被舍友们问及为什么要搬去单人间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凌晨，你真的要搬啊？就是啊，好好搬，你省事呀。哎呀，又不是转学。单间你们会明显吗？早晚要习惯的。喂妈，你在干嘛呀？哦，那么忙？哦，没什么事，挺好的，挺好的。那你先忙好了。嗯，好，拜拜。主任，陪我去跑步吗？我现在不想去。那你怎么了？没事儿。和男朋友吵架了？哎，没事，夫妻嘛，床头吵架床尾和。什么夫妻啊，别说了好不好？你不懂。Charles Keys 这双鞋我想买好久了，我终于买到了。Charles Keys 这个牌子你们都没听说过吗？一个新加坡的牌子。知道又怎样？鞋嘛，好看舒服就行，这不就是他们作用吗？才搬出去一个人住的时候，我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起床、洗漱、约小瑞一起吃饭、和小瑞一起跑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应该自己一个人彻底的生活看看，然后我很快就觉得很无聊。No control. Someday
慢慢的，我就发现，其实自娱自乐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再后来，我就觉得当初的决定对极了。我叫孙瑞，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安稳地过下去，直到被一个所谓梦想的东西缠住。都一点了，你怎么还不下课啊？哎，一定是老师又拖课了呗。哦，对了，今晚有个语言选择的讲座，去不去啊？去呗，我还没想好选什么呢。嗯，什么语言选的人最多？西语吧，我看大家都选西语的。那你选什么呀？我应该也是西语，我和我室友都打算选西语。这样啊，我也不知道选什么。大家都选西语的话，那我要不要也选西语？也害怕会伤害，而不知从何说起。孙瑞，孙瑞，陪我去跑步吗？我现在不想去。你要换什么？可能法语吧。法语？喜欢法国？也不是，我也是先走了。苏瑞一起走吧。好。This is my dissertation proposal and the topic. This is my dissertation proposal and the topic is.Is that okay? Between the signs. Yeah.
You cannot do this sort of proposals.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write. Completely useless.在那一刹那，要是不会申请到学校就好了的念头一闪而过，可哭笑不得的是 offer 还是来了。嗨，小瑞。嘿，莎莎。听说你拿到 RSC offer 了，恭喜你啊。嗯，谢谢。哎，那你决定去了吗？嗯，那。男朋友最近怎么样呀？还行吧。哎，女性哎。再后来，该完结的事情也有了个有点眼泪的结局。我叫苏然，我这人吧，对生活没什么要求，开心最重要。二月，我在车上了，真的。哎呀，你来了就知道了。好，拜拜。什么时候买的呀？天！新衣服。Charles Keys 这双鞋我想买好久了，我终于买到了。这个牌子你们都没听说过吗？一个新加坡的牌子呀。知道又怎样？鞋嘛，好看舒服就行，这不就它的作用吗？学期又结束了，鞋嘛，好看舒服就行，这不就是它们作用吗？这种话就像是有人不小心撒了你一身油一样，无关痛痒，但是又摆脱不掉。
是后继花这事儿，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些不共我有的人。觉得改变一下也挺好的吗？哎，我就不明白了，改变不改变那都是我自己的生活，不是吗？都这个时间了，我得走了。啊，那我也走了，苏蕊和你一起走。嗯。还做不到这份儿啊。苏然，我会寄照片给你的。啊，好啊。没见你背过书包啊，挺不错的。是啊，也没那么差。那个，我去图书馆了。发现我了吗？这就是我，无意出演他人生命的主角，甘愿独享小角色的快乐，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好吗？
好几眼梦，手牵着手望着那钟楼，恍恍惚惚一年走过，树好像没看过。曾经我们什么都不懂，却在人间装成熟，半世家歌手忙活春秋，嘿谁没动过。那时感觉很新奇，却又嫌长没动力，还有期待着那个人陪着我一起走。听从岁月流淌，在诺丁河畔默默走过光的阴霾，思念以外是否一起走来，些许感叹似水流年在这里游，我方向你们。小溪你对面那片绿油，又见证我俩默默手牵手，打打闹闹争争吵吵，你总是让着我书观战，做每次都是我，只想着你能去英国。当漂洋远走不能聚首，你是否想我？那时感觉很孤寂，却很孤寂，却又始终不离弃，始终不离弃，因为期待着这个人陪着我一起走。